老女啊，老哥。你说什么？老妹子啊，老女。OK， 老妹子。已经是老人了啦，老手了，好吗？说真的，他们那个就是原本那间公司叫什么，我忘记了。在 IT 啊。OK。然后两年的也不简单哎。是被压榨的两年不简单。是啊。所以亚芬厉害呀、啊。嗯。饱受摧残，还能够。可是说真的，他熬过来了。他以前比较嫩，现在已经。比较嫩。已经，我听他讲话，我觉得他已经用比较释怀的心在看这一些。心态要改了，我常常在开导他们。嗯哼。我说你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嗯哼。我说奴性不要那么重，台湾人是奴性可严重。再说一次，什么不要那么重？奴性。OK。台湾人就是奴性太重。嗯何况有家庭之后，不要讲到家这个字，一个皮皮抓。啊！你会不会败掉我？我还有家庭啊！靠呀我！可是那边的不是大部分都单身吗？哪有那个胖、那个很壮硕的那个就？他还在吗？因为我好几次没看到他了。在啊，他有女儿。OK。现在还在寻娃娃机哇。寻娃娃机？对啊。嗯。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之前。对啊，每天都要寻。嗯。每一天。现在已经落寞了，我这个月就退了舞台了，我把舞台退掉。你觉得已经？没有，是有些场已经不行。场。你说来的东西已经不行了吗？来的东西不是不行，是他厂子已经做不下去了。哦，厂子已经，哦，所以你说你今天已经退掉了舞台，不当舞台的老板了，对，这舞台，这个月。在这舞台在同一个地方，还是分支不同地方？是不同地方。懂。是同一个老板。懂。所以你觉得这热潮真的降温很多了吗？算是。OK。前大概是90%的热潮，现在大概是60%的热潮，到最后是40%，到最后就是零。没有，不可能是零啊，应该可能还有10%。那你就准备一天10块钱啊，一天40块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是的。哎，是。你说，你现在人在附近吗？你可以8点在那边等我吗？对，好，因为我现在在请客人。我8点，OK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。赶花？啊？没有赶花，是那个有个台主的台子爆炸了。台主，你们是这样称呼的？耶。请问是卢小小台主吗？我打你们那个4号机台的卢先生，他说你有他的机台钥匙，可以麻烦你。
帮我拿那个保夹的那个。啊？我拿保夹的东西给他，就是他里面抓的东西。保夹，保证夹取。对。那你们怎么知道他到底投资了多少了？我可以看监视器啊。你可以看。可以啊。你看得到？每个场都有啊，所以你每个人在玩的过程我都看得到。是被录影着吗？对啊，你们都是被录影着。呵呵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做坏事啊，尿尿大便啊，随地小便啊。哦，所以那点现在没有人敢摇机器了吧？还是有啊，还是有，是有啊，每个场内大便的也都有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刚刚你开玩笑。真的啦，昆阳那一场就是啊，直接脱了裤子就上大号，而且是一个女生，一个妈妈。她以为监视器都照不到，照得很清楚，就放到那个什么爆料公社。